你看一下毗婆侍奉哈，好。那他为什么是第一位呢？就是说，七是代表生生不息。一就是呢，其实他之前也有，就像我们之前在台湾有看到一个 Golosoko 的哈，其实就是没有名字啦，啊，没有名字。七佛的第一位，听说毗婆是佛身高显长六尺以上。所以以前我们的高度哦，每一个人的高度非常的大，啊，没有大都很大。那因为现在我们一般我们要做出这个影片哈，除非就是要像他这样子再录下来，因为现在的大脑人们很特别的，一秒。你滑过之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想要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乱掉，会一直滑过。所以我们会应用他已经做出来的东西直接来说。那身高六十由行，那是毗婆侍佛，但是他还有哦，有更宽大的有，但是他没有办法用这个来算，因为这由行呢，这个是印度他们在专门说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七佛在我们人体为什么是代表基因哈，我们再继续。你看它下面的文字是不是叫七佛八菩萨中的过去，有吗？所以有菩萨哦，只是你看哦，正法明如来，我们在边也都叫他菩萨哈，但是他在他方已经成就。但是佛为什么会特别呢？告知我们，已经以前过去就有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只是说他是创办。好，对。生子金色八万四，他是发现他不是创办的哈。再来呢，我们刚所谓的六十有行是代表你一定要来人间体验啊，体验这个所谓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哦，才有办法。那这个八万四千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因为在形容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有正知正念的这些观念之后，那是都是其实我们的身体75%都是水，68%-75%，可是我们的大脑四库水那边很特别的是，因为它的启动的地方坡度。坡是水坡哦哈，但是它里面有泡泡，那这些泡泡呢，就像我们现在身体里面哦，为什么它这个三魂七魄当中有一个恐惧害怕？水的母亲是谁？注意妈妈是什么呀？肾的母亲是谁？肾的母亲，肝，对不对？好，那所以你看呢，水会来生木嘛，所以肝的母亲是木啊，孩子就是肝，水来生木，对不对？所以你看呢，你们那个泡泡，有时候泡泡里面加吃很多太。加工的食品，还是说很多的坚果过多的话，好、哦，还有就是说你们吃的很多这种饼干、蛋糕类嘛，你们的那个肾脏、肾之球那里啊，很特别。为什么叫水火共济？它就会很多泡泡出来，好、哦、啊。所以你知道你已经吃太多加工食品了啊、哦，所以这些只是代表这个而已啊。很多人就被什么被错误的观念，因为它这个八万四千这个千当中有代表那个我们。生魂、绝魂、灵魂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比较维系的魂魄里面的当中，肾，因为它代表是黑啊，是代表黑。那这些是因为在就是我们过去里面就是有这个华夏文明，因为有游记的是叫做咱讲的是哦哈，所以你们常常会听的哇。之前啊，我们这边上课有讲什么，什么提什么，哦有玩，哦连机啦，什么提什么有没听到？哎，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你假设慢慢对这个细胞学的原理之后，它真的那个泡泡出来也像这样子、哦、因为它那神经胶质细胞变化不一样啊、哦，变化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以前呢哈、哦，他们有入定的人，但是不会写文字，是用画图的啊、哦，这个千柱啊，千相啊，千相。行，湿气佛回过去西佛的地。好，湿气佛，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一位佛跟第二位啊，那这名字都是过去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这里就是顶，像刚刚他那是全身啊，刚刚是你去做，你回去专注一下，回去打开我专注，你去专注我来按，待会我们就好讲，来，你去做了一下，好、啊，就是他是顶际哦，顶际就活在当下就好了，你去那边做，不然都一直这个都一直跳掉，来，你去那边做好吗？那个广华法师，等一下走。这个就顶记就是头，刚刚哈、哦、那一尊佛一起全身，所以一改一公哈八万四千，对吧？八万四千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全身，所以你一定要有整个，因为拼图当中你要先有一个提纲挈领。这个师父哈、哦，改名公，你马波发心啊，你讲你我刚才变魔，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理解啊，不理解其实哈、哦，没有发大心，所以发大心就是要积极的走出去啊，不是呢，只有听一听就被进步，你脑顶大了两支卡，细支两支手细支哈，都会。没那个啥，没那个体力了嘛，讲个话你就掉下去了。好，所以他这个第二位就是我们的顶，就是顶，就是百会这里代表什么？头部的脑皮质，他一定要专注，好，一定要专注，好，脑皮质要专注。好，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哦，
我倒觉得有一个很好，上周不要学习的，他就说他会看你的态度，啊，比如说来这边的人一天、两天、三天，嘛不可能，像我的个性就直接那种倾囊而出，哇，结果因来的，人家以前求法拢爱哇三跪九拜，一直求到感动的天，人家才要教，啊，我因为教出去就乱讲，啊，就赚钱。啊，随便就是说这个大脑皮质没有办法专注哈，啊，所以我们都破坏这个大自然法则，无法都别人学不来，没有办法哈，啊，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地方哈，啊，在调整，就是说不要一下子第一天来的时候他要学习什么，因为西方他们知道嘛，所以他们就叫你要先缴钱买，对不对？钱嘛，对不对？因为你没钱是要去工作，六级他握有这个，你才能够来读书，是这个意思啊。啊，当然你这学到一半可以，但是在上面就学不到了。那我们相对是用这种方式，可是来这边的地方，他只要他的答案而已，有没有？没有真正的去付出，为人付出，他那个 outflow 跟 inflow 那些细胞通道没关，不会开，啊，所以他会一直想要解决他的答案，而且这时候的是意在人的去跟去背诵啊，有没有？就是去哪里去行事，有没有？你一定要越过呢这个重重无尽的山啊，你要经过非常多的苦难，你搞不到苦累去，苦累的，搞不苦累的去，好，所以他这是。我就发到这边没有说完哈，也不行哈，这个地方做出来的意思是礼记。先生，毗舍浮佛是过去西佛中的第四。好，这位呢，毗婆师佛，你看呢，他也是三，所以他就要慢慢下来的。你看，从顶记的佛下来，所以为什么是在人体里面的基？那当初因为因缘不是说很具足啊，因为你没有这些图片，无法懂。然后我都用比较固定的。啊，能够要配合的媒体的本身，它又要无私的，我们才能够说到那边一些的一个又的来。那你本身耐心又不够，你又拉不下来啊，变成我们要从脑波里面拉出来。刚刚那个谁，你那个月敏还知道说在这里，对不对？可是你就不会讲，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出，没有这个出口啊，所以要学习付出告出口，哎，我付出的我。好，他就是从我们你看哦，他从哪边进去哈，哦？你看到，哦，他名字，你仔细看佛，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位啊，哦。但是过去七佛哦，哈，哦，这是第三位。三通佛是过去庄严一千位佛陀中最后出现的。有没有？在这个庄严，我们这个佛里面当中的新宿佛啊，哦，最后的一千佛中最后会出现的。所以你看呢，我们的新宿佛最后一个有没有？就是未来的楼智佛嘛。所以其实他们重复来、重复来都有他的时代的因缘哦，只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而已啊。那你看到这是第三位了啊？你看那个楼智佛，就是说最后一个了，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因为他有说过他的愿力的是，你只要肯修行啊，你不假用来去处理。而且他有很多的公案，那个韦侯菩萨你可以看他的公案，你们可以再去深入看一下哦。这个是从七轮当中，他从全身再来从顶，哦，再来呢从我们的身体了，哦，那身体当中呢从脑皮质，脑皮质的顶轮，哦，我们所谓的有的是叫额头，就他这边还有赤壁哦，这还要再深入的，他有从顶百会啊，从百会到百会这个四个冲顶这个百会的四个守护的门的当中，还有再下来到这边之后，是直接算第二位还是在人中？好，哦，这边都有他的那个次第，那也要看他们明白的哦，明白有多深的才有哈，哦。在行劫中，人寿四万岁时，居留尊佛出现不是为故。好，哦，他就是我们的第四位佛。对，第四位，所以你看哦，它是一层一层的下来哦。那这个是的确，哦，我所看到，像昨天那个城银城，您一拍有没有？它就像世尊有没有？因为头部怎样，要侧着这样子。对，其实那时候真的你在云城看到的佛也是，他们这是后来所画的，可以代表就是他已经结晶的那个法纪的智慧的意思了啊，法纪的智慧的意思啊，所以他跟。你看的跟菩萨的那个形都不太一样哈，这是第四位佛了哈。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佛，居那含摩尼佛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五尊佛。哦，居那含摩尼佛，我们每次在读他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重复来倒装下来的。好，哦，那从我们的顶轮，哦，顶轮下来，它就会慢慢的从法纪当中的下来到这个面的。哦，还是从这边算，有的是从这个喉结这个算，有的是从天突算，啊，那刚是
从这个顶轮的第二位再来第三位、啊、这就第四位了、哦、啊这个就是五佛、哦、所以刚是不是下来、哦、五佛、哦、五佛、哦、五佛，这个是居纳含摩尼、哦、第五位的，又称作居纳含佛、居纳迦牟尼、佛陀与五赞陀罗树下同道、哦、佛陀就是有第六位了，你看刚刚那一个，刚刚我们说的五对不对、哦、它会再倒装下来哦，五中而生有，它会倒装到第六位来嘛，到后来又第七，其实这个跟佛有相关的啦，都是跟佛，因为他们都是在印度里面当中的就是六个外道当中我们都已经具足的、哦、那他所谓的度化到后来是本是释迦牟尼佛，他直接入娑婆世界、哦、你再来看、哦、这个在人体里面呢，哈，所以我们的染色体 DNA、RNA 为什么叫回大回向的时候就染色体？迦叶佛乃世尊以前之，对吧？迦摄佛，对吧？迦摄佛是不是迦摄佛下来就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五佛那位佛，对吗？那位你们看他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他已经慢慢的下来，所以。世尊他是透过坐的入三摩地的，所以你看我们从世尊这样子算上来，但是其实他坐上来的时候，这三角点也都是在第六跟第五期第六第五中间，也就是太阳从那个地方，所以有的灵魂是从这里，有的是从这里，有的是从这里，不一样，好，不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因为我觉得他有用很短啊，又可以让人们呢哈。那个这个是练色了，这加色不练业了哈。佛，为过去七佛中第六佛，相传为释迦牟尼佛的因地而生，是释迦牟尼前世之事。有没有看到？不是最高一等的存在，总计有88佛。我们再看一次哈。过去53佛加现在35佛，其中又有已燃灯佛。燃灯佛是真的导师，有没有？这里面88佛里面，其实外的这个八正道，内的氨基酸，其实它都很深。再来，为什么八卦？八卦是用画图的，两条短的，一条长的。其实那是一个那个原子的结构啊，原子的结构很细。那这些你们呢，大概说了哈，你有概念以后，你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很多的思维会改变。佛为首的24佛，或以毗婆尸佛为首的七大佛，你看，为首的七大佛，以毗婆尸佛，这个是你要了解，它是全身的。毗婆尸佛，哈，你来看一下，因为它是翻译的字，就要被改成学会要用中文的华文哈，啊，叫慢慢叫个表情形容你看着，看一下再看一下。现在这里要说的就是七大佛，毗婆尸佛为过去七佛的第一位。据说毗婆尸佛身高显长，身子金色，八万紫金香。十七佛为过去七佛的第二位，第二位意思是法纪从。对上，从白色佛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三。第三位哈，我刚说的，也可以从佛轮下来计算的，还是从轮下。在贤劫中，人寿40000岁时，居留尊佛出现于世，为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佛。第四位。居纳含牟尼佛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五尊佛。又称作居纳含佛、居纳迦牟尼、佛陀于五赞陀罗树下成道，曾有一会佛法，度化弟子3万。迦叶佛乃世尊以前之佛，为过去七佛中第六佛，相传为释迦牟尼佛的因地而生，是释迦牟尼前世之事。佛是最高一等的存在，总计。有88佛，过去53佛。啊，这里哈，53。35，还有中间一个24，这个都有含义的啦，这个很深的含义啦。啊、哦，我现在就是说，我们能够先说到哪里哈，你就提到哪里。好像我们刚刚那时候有卡，卡掉。它有一个那个线可以这样这样子跑过去又跑过来，那是什么？